新加坡还好吗？这一波的疫情，新加坡前一阵子才刚宣布，对，也是暂时不能出入，不能出入，前几天对啊，限制。我的公司在那个新加坡也有上千个员工啊，对呀、啊，然后也就这不能进不能出，还好，突然间我们才发觉，事实上人呢不需要碰面。也能做好生意的，为什么现在网络时代的来临嘛，视讯一律都不见面，然后我们都在网络上面打视讯会议啊，对，或者他传这个是的照片讯息，安全又方便 ，App 啊 ，Line 啊，或者是 WeChat 或什么都可以。而且以前握手是礼貌，送到人啊打招呼，现在尽量不握手，对对。那现在是瓦坎达佛，我会想念家人嘛。会啊，我其实上个星期就是有跟我爸妈联系，对视讯，然后就是可是他们还是照常的。过生活，所以大家还是就是会尽量在家。来加油！今天要挑战这一首歌，来看看是什么歌。哎。不好唱哎，这几年里面啊，他尽量已经比较不唱一些撕裂伤的。这歌是连张惠妹她自己本身都觉得难唱。OK， 她自己录完都觉得说天啊，这个歌后面太可怕了。这个有时候对不对很难讲，今天就给她挑战看看啦，好不好？好，哎，不是猛龙，她是不过江的。好，加油。为妙如带来这一首《母系社会》。
发觉啊，妙如哦，只有在歌声当中，在音乐当中，他才是真正的自己，自信展现，对对，有天生歌姬的那种感觉。有有，在世界上清新的，这个世界上存在好多歌手都是那种平常讲话都小小声，对对对，然后要就对谈也都好像很含蓄。对啊，你跟他唱歌的时候就整个就爆发出来，这小女生很害怕，跟他越讲话，他然后就越过去。越害羞。这个可能我访问到完，他会在旧中路才找。天哪！退到那么后面，对呀、啊，新加坡等是我第二故乡，哎，哦，对，新马王子，当年的新马王子，你回去问你爸爸妈妈，哎，好，知道吗？那一辈都知道，对，那一辈都知道，知道吗？真的，爸爸妈妈都很喜欢我，爸爸妈妈都很喜欢你，真的啊，我不相信，来试一下，试一下，不要逼人家逼成这样啊，对，各退一步就好，他也现在要证明这个，对了，各退一下，真的很不错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是超难的，因为其实他光那个哒哒哒哒。那个光很多女生就搞不定了，没办法，因为那个是一瞬间的音要飙到最上面去，对，太棒了，一个字而已，对啊，真的很不错。有没有新唱片或什么可以？我在3月14号的时候发行了一首单曲，是跟 MC 耀宗一起合作的，叫做《悍跳》。汉跳这首歌是一首嘻哈雷鬼的曲风 ，Hip Hop Reggae， 所以大家可以去网络上听一下。对，好，所以他不是抒情歌歌手，对对，他不是出抒情，所以你看去年是什么都能唱，真的耶！再次谢谢妙如，好吧，来来。